小草是渺小的，很容易被人践踏，也很容易被火烧掉。但是，我没有，我也无法的放弃我的工作。这可是从一座短篇《老人》发表，小说主人公的呐喊，也是草婴反抗日寇的呐喊。1954年，草婴横冲日本。肖若沃夫著作，也是草婴翻译的重头戏。草婴说：“我深切感到温暖。”Thank you.
回来就行了。
一定要讲。装修嘛，以前不是这样。
他们那个。稍微好一点。哎呀，那么就是给他们拓展自己。